咋啦？咋？啊！痛痛痛痛痛！天，复习是吧？不是，你干嘛？对兄弟的姐姐一见钟情是种什么体验？谁啊？从那刻起，兄弟不再是兄弟，而是需要讨好的未来小叔子。你认真的？你姐在吗？她出去了。阿姨的面容也十分亲切，越看越像我的另一个姐姐。姐姐好。你好。毕竟也练反常了吧，我们各路各的，你哥把我姐夫。没有。姐姐来点酒席吗？没有吧。喜欢薛之谦，会有他的演唱会，我们一起。喜欢我是吧？对小孩不感兴趣。好好学习吧。你出现有画面是破茧他照顾迷失在荒野。还是忍不住想见他。不敢也去妥协妖言百种并非黑夜撕裂。这感觉太强烈我趁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。多戏虐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。你给我啊。啊这是一段细节。那窗如此，他离我好近，耳朵里全是心跳的回声。懂了吗？嗯。认真的时候也算有几分大人的。出门钱包被骗，微博五十，索汤成一品。这么低级的骗术，连要到钱才怪呢。哎、不是，什么味道？好香。小弟弟、啊，这个给姐姐吃一口，姐姐给你买十根。那只能吃一小口。别哭啊！没事吧？这人怎么欺负小孩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饿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个小乞丐。这就是泡面。你没吃过？我妈从来不给我买，原来这么香啊！居然还有吃不起泡面的人。妈，可以再借我200住酒店吗？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不用了。喜欢可乐，开个可乐工厂。走路上班，缺台代步车，还有打工啊，干脆买下公司放他算了。哥，小猪崽子不回家，你给我站住！他怎么捡垃圾吃啊？吃个糖先垫着，我给你买饭。快吃吧。麦当当，我过年才能吃到的。一个炸鸡就能满足成这样，以后想吃就找我，我都给你买。真的，你人怪好嘞。慢着些，都吃到脸上了。爸，梦欣在我这儿。不接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别闹脾气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只要你不用回家，我什么都给你买。不回去。李梦清，你拿开你的脏手！没听见别人不愿意吗？啊！疼疼疼疼疼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今天要和陌上花开帮会的小伙伴们面基了，好紧张，不知道帮……对不起，这个声音好熟悉。哎，这是在那边，就
看起来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公子小心。但只一眼，我好像也认识他外面。那好了，来时我才能找到你。我没来由的知道，一切都是注定好的。哪怕轮回早已相忘，你以后跟他单线联络，但我们终会遇见。码头被封。一杯吗？好好。他怎么来了？科长，我们去那边吧。科长，人家有些醉了。那我听着。他还是救了我，因为你即将回到原有的轨迹。你是谁？不用知道。不好，被枪声，快走！站住！你不认命？放心。暮色清水依旧，风雨中。喂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是啊，我们终于得相见。吴科，那个师傅，就算你认出我。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，师傅。师傅，进宫怎么会啊？左脚踩右脚就能上天，哪怕跨越漫长的时空。我操，真好看！不过怎么这么眼熟？师傅，这里有个什么魔王，我听说的屁股。别摸，那是 BOSS！ 救命啊！破小孩手这么细，还好有你、啊。总有一根线，天下无敌线就在你手上。你就是飞天小粑粑。对啊。说我不好用。别笑了，师傅带我打副本。一个副本一个饭。OK， 走。